我是1971年写的，我不是跟他，是跟以前的那个。哦，他以前的女朋友。对 ，yes。这个女生比我大10年。嗯，他们常常通电话，然后他每次到洛杉矶还是去见她。嗯，我也见过，我也去拜访过。有一次从三藩市开到罗索。洛杉矶不是罗索。洛杉矶啊。在开车一路，突然间我有这个灵感，就写了这首歌出来。那个是英文来的。那个英文怎么唱？Without the two of us, without the two of us, who would be there to pay the bills?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很穷很穷，就两个人才可以付那个电费。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节日白菜。从头到现在，那些人记得都是这一句。行于白菜也好。给赛丽姐听的是吧？我们可以借鉴一下，是不是？怎么借鉴？我以内为至观众一直。这首歌，它的表达是很笨拙、很真挚的，它重复的歌词很少，它是在不断的构建场景，但是每一个场景又有一些幻想的部分，比方说荒岛啊，比方说活一千岁这种的浪漫，就构成了这个歌独一无二的这种幸福感。在城市当中，每个人都是很渺小的，但是自己身边有爱的人的陪伴，哪怕是粗茶淡饭、咸鱼白菜，也会觉得生活当中是被乐趣填满的。哦，好搭哦，他们两个。
中最有泪，每栖息阳光后面。要留你可以心底乜都倾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。心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好空气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你似是阳光好。甜甜的，哎呦，还看到了，还看到了，还瞅呢，瞅啥呢？把别人眼睛都瞅开了。哎呦，真的很难想象，这是一位东北歌手和一位浙江歌手唱的粤语歌，好好听。我听说毛不易和单依纯也有个组合名字，这是能讲的吗？就是叫抠搜组合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一毛不拔。非常迂回，非常迂回。抠搜组合，